抓人看到乌叫乌蛇，看到白叫白蛇。那么长蛇出名，台湾最多蛇，台湾翻不翻的 snake？ Galaxy snake 眼镜蛇 ，Green snake 青竹丝 ，Turtle flower 龟壳花。Half seven snake 百步蛇 ，and umbrella snake 雨伞蝶 ，telegram to 这个一下的拜拜拜拜拜拜。我去上小明星大灯班，我就模仿孙安佐。跨年的时候可以找我们去101，我们就会把那里弄得很炸。宪哥也没有怎么样。后来到了另外一个节目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自从上一次录完影之后就没有再过去了。我是不是那个因为那个表演被节目封杀了？啊，结果这一段呢就被新闻拿去用，我的好朋友三柱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逸翔你很厉害，你是继那个黄安之后，跟周杰伦之后，跟宪哥不合的。”然后我就开玩笑：“是我封杀宪哥吧？”哦，你胆子大掉，我胆子大。我的身边很多朋友都有梦到，好，连我女朋友都有梦到。三柱就对我女朋友说：“叫我们两个要加油。”他就叫我送到一个市里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那地方是没有收件人，他叫我送管理室，他送到之后，我就拍一张照回传给他，然后他接到那张照片，他去客诉我说，我拍的照片没有拍到管理室三个字，他说那我怎么知道你送管理室？然后我因为这样被客诉。